在买了一支我怎么讲呢？密谋想买很久的一支笔啊，这根笔已经停产了。然后看到的朋友应该也知道，这个白乐的一个 Marvels 的一个长杆版本。然后这根笔买到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哇，好小，好细哦。然后买一根比较特别的红色，其实我喜欢黑色多一点的，我个人不太喜欢红色和绿色，因为这两个颜色配起来我觉得是最丑的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红色很特别，然后后面有跟那个 Japan 对吧？然后这里一个 Marvels 的一个MR 嘛，然后一个 Pilot 对吧？摸上去的话，我现在不是看清，摸上去是凹凸的 ，Pilot 也是，所以说是一个雕刻，这边也是一个雕刻，然后弄一个那个喷一个红色吧，我估计，然后整根笔的一个长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整根笔长度的话，反正就，这样子，无印的这根纸，这笔在这，这样啊哈，看到了，那你看到，其实它整根笔比无印还要小，所以说买回来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有朋友要买，真的要。看清楚一点，你看13厘米不到整根笔，但书写 OK 的，肯定没问题的，它长度肯定是可以的书写。然后整根，因为可能我无印也是我第一根笔嘛，所以拿起来有时候长时间书写，反而我喜欢这种细细的啊，或者有时候换换手感嘛，对吧？另外这个反正就 12.5 厘米左右嘛。然后擦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擦，因为这根笔也不便宜，这么插着，拍照可以这样子，但还是不要，因为这有印的话你很难处理。当然这种不锈钢的你可以买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种打磨膏嘛，对吧？打磨膏然后去给它那一个有太阳了啊，好吧，我知道你们也不介意，有打磨膏然后去打磨一下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把那种印或者缝去打磨开。然后这个卡口就是唯一不精致的地方，我觉得就这个地方了，就是那个卡口啊，卡口是这样子，反正就应该也是金属的。然后整根反正它的笔尖的话你看摸起来就是哇很光滑，不是我没上磨，我现在还没有上磨。然后这根笔等会就这样子我就沾墨，我真的不想上磨这根，我真的不想洗它啊，因为我打算就放着，然后有空玩沾一沾玩一玩这样子。因为这根其实很适合日用，但是真的贵，而且很难找到一根就是说价格合适的，所以我真的不太舍得用，但是也可能玩一玩，就我也不会像那个别人说我全包起来保鲜膜我也不想。然后用的是那个 Confetus 是那个卖家送我的之前，然后就正常嘛。其实百乐的 Confetus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吸墨器来讲还是第一个很精致很漂亮，也很实用，转起来的话不会像之前那个那么长，它把这个长度给缩短了嘛，所以用起来还是 OK 的。然后整个你看其实刚刚好，矿石石应该能用到很多吸墨器，你看这吸墨器真的那个长度算得非常极限，连这么早的笔都就算计好了是吧。另外那个一体式笔尖真的少见的，第一支是那个 Parker 的那个 T1 嘛，然后后面钛尖版本嘛，然后那现在后面的一个 T50， 然后到那个百乐的那一个现在这个嘛，就是说长杆版本的一个 Marvels 的长杆，还有那个短杆嘛，短杆的 M70 和 M90 嘛， M90 是那个08年的复刻版嘛。然后这根笔反正就拿起来哇非常轻，看一下我拿一下无印，我感觉都重一倍，我拿一下百利金的这两根，差不多，真差不多，这两根长真差不多 ，M200 这根是差不多。然后拿起来的时候手嘛，对吧？我手的话拿百利金的话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们有百利金什么的啊，对我换了那个 M400 的尖上去了啊，是这样，拿起来反正有这样子凸一点嘛，笔尾那地方嘛 ，M200。那如果这根的话就，基本上，也是 OK， 刚刚好，真的刚刚好，所以没有问题这根鞋。所以反正我的手是刚刚好，如果手再大了，它我估计就不太适合用这根笔了。那接下来就大概介绍就这样子了啊，我估计你有没有想看一下那个书写？那书写一样，反正还是一样，跟上一个视频一样，我们准备了两张纸，一张反正就爬格纸的，一张就反正就是那个正常的8厘米1.5，因为现在对窗户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，如果真的介意下次跟我说一下，我就等没有太阳我再给你们拍。然后现在这个就这样子，有点像在用那个沾水笔，我就沾一下对吧，沾一沾沾一沾，然后这样写吧啊，你们真的不要介意，但沾的时候会这样子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了，因为现在屏幕已经看不清了，我现在因为太阳打下来，你看这有点黑黑的对吧，那我现在写吧，然后就那个 Pilot 对吧，
啊，不好意思，拼错字了，拍了。你看这 E F 尖写起来真的很到位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根笔啊，对 ，OK 了，拍了。然后那个 Marvis 对吧？我真的一拿这根笔，真的写字好有加成的，这真不骗你们。嗯哼。然后我再想写一下无印的一个，就这个笔它就是墨晕的非常快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，纸质可能真的不好啊，但是临时也找不到那个木吉对吧？嗯，木吉，再下来是那个木吉，Aminion 对吧？啊，或者说 Photon Pen 吧，我们直接，嗯哼，OK 对吧？但在墨晕的情况下，那其实 E F 尖和 F 尖差别不是很大。当然，真的看你本子。但我觉得，哇，真的这根笔真的是我买过里面真的能让我眼前一亮的一根，太少见了，真的。哈哈。先把这个拿开一下，先写中文吧，好吧？那个，先写吧，中文吧。那这个，但擦很好擦，我觉得是。哇，这感觉。好细啊！果白乐的笔真的很细，就之前那根八二三也是一样，就第一个感觉哇，这笔非常细。然后白乐的好像国内是叫它这个古，好像叫那个古罗哇，用细笔的时候写字就是有加成的啊。当然古罗的罗怎么写了啊？没事，我随便写一个，我知道你们也不介意，一样沾一下墨啊，这个真的沾。樟木管有一样这个问题，但一写起来，不太能压，真的不能压，压不了。我现在用力压，压不了。当然我也会撕比较轻的。然后那个对比一下，那个这根是什么尖我就不知道，什么尖我真的不确定这根，因为但这么看的话，当做 EF 尖是没有大问题了，我觉得这根笔，那那个无印的，对吧？无印对吧？哦，你看到，应该是EF 无印的 F 嘛，这个 EF 那可能有差别比较明显，看到就这个差距开始有了，反正还是不错了。这根笔反正就是怎么讲呢？你喜欢现代一点的，那肯定选无印。但这根的话，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笔尖的特别，真的很特别，一体尖。估计现在你很难找到一根笔是这样子的。第一个它成本很高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那个怎么讲呢？别人也不太愿意花那个。你想，这买一支等于说买十几支这个无印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基本上就那个这样子了。反正好笔，真的拿起来也挺舒服的。而且我先这样握嘛，对吧？摩擦力反正非常的够，真的非常够，比起无印的摩擦力还要够。无印的那个摩擦力没有你们用的时候想象中那么大，但这根笔反正就我非常满意，真的是很完美的一根笔，就是说实用性无可挑剔。然后就是细，这个看完全是个人剩下的。好，那一个这根笔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这样擦拔的，对吧？那一放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对吧？当然我字比较丑啊。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。这根笔不会去做慈善，这个是我真的自己喜欢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